空间缝隙残余的能量形成时空错展区，时空错展区的蔓延将会吞噬掉一切空间。希卡企图借此摧毁地球，夺取基因石能量碎片。变形联盟必须尽快制止希卡，阻止灾难的发生。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长斌，动作快，那边那边。长斌太逊了。约好要锻炼的，你们已经迟到了5分钟。好了，这一局打完就去。我数到三。我准备好了。说到锻炼，我最喜欢锻炼了。我宇宙第一，偶尔也要活动一下。立刻启动危机方案430，以疏散民众、帮助伤员为第一要务。是的，队长。不好，危机已超出可控范围，快联系基地，通知变形联盟。必须再加强体能训练。大事不好了，平行室正遭受陨石攻击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。是什么？陨石侦测到时空错展区，变形联盟立刻出动。时空错展区就在这个位置，但怎么没见到时空兽呢？这波异常陨石一定是时空兽引起的。更糟糕的是，卫星监测显示还有更多陨石在靠近平行室。时空兽似乎产生了奇怪的引力，在吸引陨石靠近。太阳系中有大小不一的碎片，包括沉碎和脱离轨道的流星，它们接近地球时受到引力吸引，于是冲入地球大气层，其中大部分在大气摩擦作用下消失了，但也有少数坠落地面，被称为陨石。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。普利士，烈风暴长臂，超能神击手，巨能霹雳炮，太帅了，变形联盟！只是陨石这么多，一个个击破也不是个办法。海城，你支援队长疏散民众。收到。大家注意，大家伙来了。这个交给我宇宙第一搞定。
冰风暴场地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看，是时空兽。准备战斗！你可出现了，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打我宇宙第一！让你瞧瞧宇宙第一的实力！剑战大海！冰风暴长臂，宇宙第一今天第二次被时空兽打倒。啰嗦，这是意外，意外！这时空兽有操控引力的能力，市区已经满目疮痍，建筑最快将会让破坏程度提升67%。不好，大气层后方还有很多陨石在逼近。巨能霹雳炮，超能神机手，你们负责处理陨石，冰风暴长臂，你和我引开时空兽，避免市区遭到更多破坏。居然害我丢脸，看我的！解血光击！对对对，大怪兽来追我呀！你是乌龟吧？太慢了！就在这里解决它吧。什么？这是时空兽操控了引力。可恶！想打败时空兽，必须先解决引力问题。我知道了，时空兽是用尾巴控制着引力。冰风暴长臂，你想办法压制住时空兽的尾巴。小意思。打不到，打不到，这边。对不对？嘿，烈风暴射。上当了，呀呀呀，这就是当牛仔的滋味吧。下来看我的超速裁决。是重击，哈！普利士，想必你们已经顺利击败了时空兽，平行式陨石危机已经解除。干得好！我宇宙第一又一次拯救了世界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今天是谁连续被时空兽打趴在地上啊？谁要你说话的，普利士？打完收工回家吃饭。为了表扬你们今天拯救了平息室，我特别做了一道硬菜。这是什么？哇，真香！说是硬菜。这确实够硬的。这可是我特别研发的陨石风格元气料理，吃下去让你们元气百倍。吃下去元气立刻下降至负120。我有事儿先走了。这姐姐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要去我们又得去
哦，我们得去拯救地球了，我们先走了。